miss 啊，连怪物都容易 miss。我有没有火属性啊？没有，冰打他们，这一定不行。走吧，你中吗？哎，中了哎，可是没死。妹妹的攻击好像不太高。我打啊，打不到，打不到人。哦，用火打好痛哦，我来用火打。妹妹上啊 ，miss。小雪晶真不愧是小雪晶，各种 miss。哦，有人在台乱贴东西，我把一个，我把一个废掉。命中要靠四品，好吧？那我现在也没有四品啊。这个。需要打打范围的什么？哎，小雪晶怎么满血了？他也回复太快了吧？啊，不行，我不能忍，我要用加速打击，我要相信我自己可以打中他。不对，我不相信我会打中他，我还是打林子。哎呀，我用魔法，魔法他就 miss 不了。其实妹妹命中率还蛮高的。我这个我觉得我对那小雪晶好怪好坏哦，他是雪，然后我就用火把他整个烧死了。还好他是怪，哎，就知道我性格是温柔的，被你发现其实我是很好。开宝箱，有物质。对啊，前期就只能忍。这是什么怪？就是一样的，我不要打他，我逃跑，绕跑。希望我等等不要睡着，你睡着我就大叫。哎呦，我就大叫，玲玲，醒醒啊，玲玲！风雪开始变强了，我看着都觉得冷了。我跑下来。希望不要被喵喵看到，他回复要快逃快逃快逃。吴月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嗯，这边明明是下雪，嗯，下雪代表应该是已经是零下的度数了，然后这个河流却还可以不会结冰，太神啦，怪怪的，这个不科学啊。小雪晶不要追到我，你追不到我，哎，你要追到我了！回头，回头，放弃吧你！他移动好快哦，打不到他哎！打到了，打到了！看这个游戏无法追小小你，为什么硬要追我？要不要？用魔法好了，这真的太难中。然后妹妹跟小帅哥一起合力把喵喵给干掉，太聪明了。因为这河流是暖流哦，原来如此。会有暖流，躲在被子里看台是怎样？哎，妹妹，你再插个四十滴血就可以干掉他了，你为什么要留下来？他也太手下留情了吧，妹妹。冰山的水不会结冰哦，真的假的？哎呦，这么厉害！不会流动的湖才会结冰，哦。被大大冰之后要多久才能结束？要看哦，因为大部分如果你是就是你不是恶意的人，很明显感受你不是恶意的话，我就只会给你太好。
那你很明显我就觉得你是来乱的，我就被你，那你要解的话你就要讯息我或者干嘛的，对啊，但通常很明显是恶意的那种，就是来乱的、啊、那可能就是来分享一些有毒病的网址啊或者什么，就是只会一次性的来，所以也不会迷我、目前还没有特别出问题吧，快逃吧，穿短袖不要感冒，谁穿短袖啊，穿短袖看台有事吗？喂，那个他有事啊，扁他、啊、那可能开暖气机吧，暖气机多么美好的东西，终于到三幺了，立宪你还好吧？是的，不需要担心，两个月前哥哥成功克服了那段过去，我也绝对不能输。是吗？不可以太逞强哦，虽然魔兽有点难缠，不过应该没关系吧，我也会帮忙的，你就好好守护哥哥的背后吧。是，魔皇兵的气息也正在接近中，化仙术在前头，他可不是这里几个人就能击败对手了。问题就在这里啊，以前也跟同等的大型通气魔兽战斗了好几次，但只是总觉得好像有某种奇怪的力量在运作。你是说我们需要对策吗？看来似乎要借助其他力量，他的力量。你说他力吗？呵呵，知道就好，你就做好心理准备吧。包在我身上。哦，是蛙力吗？好像想出对策了。总之也快接近了溪谷的终点了。慎重并小心的赶路吧。可是蛙力吗？应该还没有恢复，不是吗？无心哥哥还不知道蛙力吗是什么。他是什么？等一下你就知道。听名字有没有觉得很强？就蛙力吗？感觉蛮强的。超猛。就像刚刚那样问爷爷奶奶先生小姐什么东西啦。哎呦呦，这刚刚没有探查到的奇怪声音。有啥说呢，他干嘛的呢，他没看到我。他不看我。哇，他看过了。你看移动好笑。对啊，左摇右摆左摇右摆。这个闪音也有类似的。我记得是紫色，戳死他。亨利有去试玩《艾尔之光》吗？那个游戏我比较没什么特别兴趣哦。我来探查他。明天原本要游泳，真假的？那也太可怕了吧！这种天气游泳，不要命了吧？就我们离岩就用魔法打好，行吗？突击！为何到这里可以解释一下吗？小小在闪一结局后的剧情，如果你有看闪一就知道了。七蛮冰霜兽以高密度的冰块保护身体的软体魔兽，也能以被寒气包覆的身体来撞击敌人，使敌人冰冻。可爱哦！这一代简单来说就是一代最后国家发生了一些大事，对啊，然后我们主角黎恩因为打不赢对方，然后就被我们的伙伴拯救，一个人孤零零的来到了这里，跟猫咪还有跟瓦里玛，对啊，然后这一代是继承闪音一个月后的时间点。噔噔噔噔，闪音是像棉花糖的东西。为什么刚刚那只想吃爆米花？这太过分了吧！毒之刃，因为我拿到新的。毒之刃，啊，这都没有解锁，是不是？啊，他们都不能放。哎，可以放哎，毒之刃，可以干嘛？普通攻击有机会使对方中毒 10%。 哎，这里有花哎，无心哥哥你看是红色的。对啊，红色的花。刚刚是绿的。啊，风之花，火之花。然后等一下还会有土色的地之花。还有什么属性？蓝色的水之花，一定是这样。这个花一定是不简单。是有
蹊跷，相信我，那些花在未来一定有什么影响。哦，我听到它的叫声了。它这边哇，等下我被追了，我被追了，我的正面迎击。跟他们拼了！反正我看到等一下点有那个回复的，所以我就让妹妹好好的存存 CP。要存 CP 有两种，一种是打怪，一种是被打。所以妹妹，上吧，妹妹。有没有反击？哎、欸、，CP 增加，我是相信妹妹会反击。哎呀，怎么被打了，妹妹？妹妹加油啊！等一下，妹妹要死啊！妹妹解冻了，妹妹，那真是快来救妹妹啊！妹妹解冻了，怎么办？要给她，给她暖乎乎。不行，我还是用回复药妆，给你暖乎乎。对不起，妹妹，我以为你都会闪掉的、啊，我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子啊。我想说你会接招啊。欸，他们有一个怪会拿到惊叹号。欸，不行，我要站在妹妹前面，这样就有机会让他们打我。打我。欸，对。欸，不对，换他要被打死啦。冷静，不要住手，停一下。你这哥哥在干嘛？不是啊，这个我让他们增加 CP 啊，这很重要啊。复活术恢复 HP 小，应该多少可以恢复啊？哦，2600，太棒了！哎呀，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。糟糕，8:55，等一下，冷静，九妹妹的血量还是有点危险，需要再补个血。哇，打不到他，我还是让离恩去打一下好了。红叶切，好了。妹妹，哥来了，你不用担心了。看看他们都打哥啊，所谓的哥哥就是应该这样做。我打。我讲的明明跟这代无关，却被说剧透，结果被逼了。欸，你抢齐身总共有几台？这当然要被逼啊。你看，都有人记得，对吧？所以如果你觉得冤枉或者什么，你就讯息给我啊，我就看你是怎么说、啊。可是我也没有收到任何的讯息啊，只有小队长的讯息给我。哎，画面，行きます，妹妹上啊！用物理打他们真的不大痛。What?What？ 我被两个人打，我受不了了，不行，这边要先停一下了。这事态紧急啊！啊，直接打。动不了。好，回来。因为我们9点要结算，所以很重要啊！现在要抢好该有的名次。よし、これで大丈夫だ。连我都敢打，我就打回去，揍扁他。刚刚是断线斩，好险闪过。没有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 PS3 有时候会这个样。
因为毕竟电脑是用截取卡去截那个画面，然后有时候就会。